十一點。哇！十點啊，使十一點啊？係十點啊？十點啊？哎呀，爭少少 ，OK。我係唔知噶，我淨係知道星期三開始，但係應該早嘅，八點半我估係。哦，我唔知道，係。立法會大會。係啦，咁啊二十人咯。係咪應該就如果減翻佢哋六個三十二係咪？最後答案。卅二咯。有啊，係咪？其實係三十五嘅，係冇變。哦，因為七年大會啱啱啱。我唔識㗎呢啲，我都唔係做政治嘅，我做醫療㗎嘛。法定人數應該係過半係咪啊？要係咪過半啊？唔知唔知，係啊。係三。係三十人啊，啱咯，七十人三十人咯，我啱啊，嗯。十五分鐘。十五分鐘。係。唉，我就啱咗題啦。OK。我唔知㗎，我係本身係醫護人員嚟㗎，我唔係政棍嚟㗎。OK， 就是深水埗、油尖旺和九龍城。咁第五題，這個有分題嚟。九龍城、深水埗、油尖旺啦。九龍城區議會、深水埗區議會、油尖旺區議會。第一項最高支出是屬於基建工程。咁其他嗰啲咧就係會第二項係教育，然之後係醫療同埋福利。應該啊，教育一定係先嘅，福利醫療咯。最後係教育福利醫療咯。好，我估第一係福利，第二係醫療，第三係教育。我估嘅咋，我都唔知啊，其實。一係教育，第二係福利。哇！教到啲學生咁樣啊，使咁多錢，真係唔符合成本效益喎，咁樣啊。唔係當然啦，修改議事規則之後嗰、那個可能我係當時有啲理解錯咗嗰個全體委員會嗰個問題啦。但係當然其實記唔記得唔係重要咯，反而係我哋點樣能夠喺個議會裏面可以係反守為攻。好啦，三分二都合格啦 ，OK 啦。覺得自己表現。哦，咁啊，咁講真咧，立法會咧，即係我都係未係一個做過立法會議員啦。我諗對於立法會嘅一啲嘅工作咧，都要，如果真係有幸入到去咧，就要多，仲要多啲了解啦。我唔識呢啲嘢㗎，我唔係政棍嚟㗎嘛，我係一個醫護人員嚟㗎嘛，所以我唔識答係好正常。不過我會好願意、好開心咁樣學習。